急就近期。那华严这个引用的是清代的这个续法大师，我们现在这个续法大师玄首五驾仪，他是从华严的基础上，但是他也看过天台宗的，对，因为他是清代的嘛，智者大师乃至于天台四教仪，这个也是都是在智者是隋代啦，那高丽这个是可能到宋代吧，可能在这个阶段，这很早，所以续法大师他用的基本精神是用起信论的为主，但他也有稍微参考天台，所以你看他用本觉、始觉跟圆觉，圆觉有点是用圆觉经那个用词啊，圆觉用圆觉来代表究竟觉。那看它中间始觉分三个，明智觉、相似觉、随分觉，你看会不会觉得明智觉就是有点参考天台宗？总之我现在这里主是要让大家理解说，不同的经论宗派用的表达方法不太一样，所以从这里可以去感觉他们想讲什么内容这样。那一个是让大家知道说，刚刚像这里举的分正觉、究竟觉，它就是指这一个，又不太像了哈。他虽然他自己写的《玄首五教》也是用这个字眼，但他真正用有时候又混了天台宗的用词，就是不是非常的一模一样的。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很有限，15次，所以有些人讲的比较快了哈，就是不见得能够大家一下子这样脑筋转得过来，反正就是整理过提供大家做参考，所以我们希望每一次都比较严格的这样把它讲过去，这样才能在15次之内刚好讲完，目标不见得能达成了，那希望达成这个效果。好，最后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雪公老师的这个净土诗记。见识新开修士行，联邦正道变长生。今朝好为诸金庆，已得六元一半成。这个没解释，有时候不太好懂。见识新开，我就是看到这两个字还不错哦，因为我们现在就读到这里嘛，不讲后面自得新开，所以我这里解释起来是说，我们已经见到了这个法门，一句佛号就可以不讲后面自得新开，你见到这个法门，能够也可以达到新开的效果，我们就修这个法门的这样的行，我的事都把它解释成这个啊，持名念佛这样个法门，见到这样法门能够心开，自得心开哦，我太赞叹了啊！我们根器也很适合修这个，我就修这个行了啊。那联邦正道变长生，我虽然还没办法断惑，但是我福祸了，我只要能够往生，正道能往生，那我就与佛长寿同不老啊，对不对？一样是无量寿啊。今朝，一者说今天早上，不过在字典还有意思，就是指现在啊，也可以广泛为现在。因为本来一直绕住今天早上，但我们是晚上讲课啊，还好他有讲现在啊。现在好，就是他也很多种解释，也可以说赞叹啊，或者是说。就好哦，好哦，对不对？就等于说来赞叹现在啊，为大家来，因为这个都是在佛七上的一个鼓励的话嘛，现在赞叹大家，你已经走一半路了，六元需要解释了，这个在雪宏老师的这个讲表里面有些说明。然后我们修学佛道，总是第一个要自于道嘛，自道，再来要求嘛，你要求道，要闻道，那之后你才有
闻之后去修，你才有可能见道、修道、正道啊。那见道是什么？我们平常讲见道，就是要至少要断见后才叫见道，见道位嘛，之后就修道嘛。那正道当然就是指后面啊，大菩萨、成佛这些了。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应该都还没见到了，没有见到。那显然我们前面三个有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在每个礼拜六晚上都这么努力啊，我们已经智道、求道、闻道啊都有啊，也在修了一些啊。所以已得六缘一半成啊，所以雪光老师以这样来勉励大家，庆贺大家。大家继续努力，一定能够最后能够学佛成佛，往生也是为了成佛，所以老师就说，你学佛为了什么？你要很大声说，我就为了成佛，不要不好意思说，本来我们就是这样啊，为了成佛终极目标，只是说不容易，不容易，所以往生西方是一个捷径。如果用比喻的话，它就像一个催化剂一样，加了这一味啊，你就很容易变成另外，达到一个功效这样啊。好，最后我们来回向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善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